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我们的坐标是在上海啊。现在我们这个课程是成人的古典舞的基本功课程，如果说是在上海的同学也想来参加我们的系统课程的学习，可以把我的左上角头像打开去找我们的客服柴老师咨询啊。如果说是外地的同学想参加系统课程的学习，二位准备。外地的同学想来参加我们的系统课程的学习的话，可以关注我们的古典舞线上课训练营啊，也是去加我们的客服柴老师。我们第六期的课程这个月25号就会开，针对的就是有身韵有一些基础的同学，我们会做一些进阶型的组合训练啊。337，哦，五位说错了，五位还没做。并坐，撑住肩膀，不要挺肚子啊！大腿内侧并坐，直播间的同学没有加关注的记得一定要加关注加粉丝团，这样以后能经常看得到我发视频和开直播。我们来337和谁分呢？平你和李小维中间做分区，这边的人第一组，那边第二组啊。很累了啊，一屋的口臭汗臭。姑练那个挨千刀的给我把窗全关上了，我都窒息了。一屋的口臭汗臭，再推开拉 OK， 再拉大一点啊，准备第一组啊，加蹲啊，有韧性的蹲啊。杨娜你到前面来，你可能也是个流量密码。来，准备，拔起来啊！六、七，蹲，呼吸，往高，呼吸，第二组，强调要韧性的蹲。好，我们来踢腿练习吧，喘口气，长腿先在前面带吧，
这样短腿带会堵车。